那么还有一种慢性咳嗽呢，就是孩子长时间的咳嗽，特别是夜间咳嗽，正睡着觉，突然呛咳咳醒了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一定要预防，就是说警惕，孩子可能是个胃食管反流的问题。那么有的孩子可能老是查不出原因，为什么孩子老是夜间正睡着，突然就出现咳嗽？那么我们也会给孩子建议呢，做一个24小时 pH 监测呀，或者是一个胃镜检查。那么会发现呢，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个胃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咳嗽。那么这个因素呢，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，一个孩子反反复复的咳嗽，然后在家里面当做是一哮喘来治疗，又是做雾化，又是食用激素，效果不好。那么后来我们就发现呢，这个孩子呢，是一个胃食管反流。